哎呀，亏了你们！行了，你都快连着三天没睡了，接下去我带人跟着，你回去补觉吧。那我不客气了。 接着干活吧，走吧。樊总，怎么了？出事了吗？不是，您辛苦了，这个送给您。这什么贿赂我？是啊，我看会场有剩的材料，我就自己剪裁了一下。您可以把它贴在房间里，找个特别舒服的地方就行。有古怪吧？ 这是我的创意第一次被采纳，谢谢您不看资历就给我机会，这个当做是谢礼。嗯，那您辛苦了，明天见。周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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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子瑜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周周，你别走。 哥哥参加完夏令营就回来，你在家好好学习。哥哥回来还有检查你的功课呢。我和你一起去不行吗？这是高年级活动，你年纪太小不能参加。我长大，我马上就要长大了。周周，你等等我。子瑜，来看着哥哥，咱们拉钩好不好？哥哥先走，你快快长大。等你长大能保护哥哥的时候啊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哥哥都带着你，好吗？ 好的，周周，你等我长大来保护你。真乖。哎，林子瑜，跟我回去写总结去。啊。今天真是辛苦你了，想不到你上手这么快，下次可以直接带你见客户了。谢谢师总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这化妆品还得是你们女生买，这次创意真是绝了。子瑜，有没有想过？ 调到一组去。嗯，樊书晨这个人虽说任性有我行我素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但他其实非常有才华。你要是去一组，肯定能学到更多东西。您跟樊总真不愧是费林第一 CP。 啊？樊总之前在啤酒界也跟我说过一样的话，说让我好好跟着您，肯定能学会很多东西。结果今天你也这么说，那我到底应该听你们俩谁的呀？当然听长得帅的那个。 生活总是推的人不断向前，有时候根本来不及仔细想清楚。但是有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：伸手去摘星，就算结果不甚美妙，也不会脏了我的手。而这个过程中，谁知道接下去会有什么事发生呢？樊书晨，希望你到40岁，身体里那个想要去摘星的少年，都依然活着。